跟第二盘一模一样，又来了。对，是。就说我估计李友章还是这个，你看还是这个。哎，我对李友章还是比较了解，就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哇，你看，果然来了，还是这个。哎，看李诗诗表情的，哦，突然他有点这个微笑，微笑。这个是。你说果然如此，果然不一样，哎，很有趣。我觉得是现在导播应该一直留个画面在李九段，我想很想看看李九段的表情。现在我们开始向阿老师学习了。昨天是过于的激进，对，早早今天又有点过于求稳，今天又过于求稳，他这个在两边的摆又来了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就我就觉得这越退越没有退。现在上世界上任何棋手能够这么样完成李九段的，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出生。又搬，又来了，又搬，这个不能再反搬了吧？这个再反搬，明天再连搬，我觉得就没法看了。好，断了，断啊！终于就是全体职业棋士都会断。说了这个，这是李九九段吗？这是我所熟悉的李九段吗？哎呦，还是这个，就说已经宣布你死刑了。他也比较困难，但现在人没想到别人还要搬他，他这个有点欺负他，对背负的压力太大。对，跟着这时间过的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时间一分一秒。七分钟了，别人还有一小时时间。这如果五秒了，我觉得这期就直接，因为这空旷地方太多，一决胜负了这期。这是神之一手，是不是神之一手啊？很妙，这个棋只可意会，都可以是载入史册的一手。年度妙手，年度妙手，拭目以待啊！这棋很精彩，这手棋超脱了胜负。李九段这真心点赞，这个真心点赞。当时我看小李已经脸上露出一股狠劲儿。前几盘我觉得是，我都从来没有这么激动的评价了，这个。会被这一步棋刷屏。我想，也许就是因为这一步棋，可能世界上要多可能接近1亿的棋迷。哦，什么？哇，这一步，这不是传送吗？这是什么？程序出现了，程序 bug 了吧？这是。都是要打这个吗？我可以说，这个黑棋自认为失败，失败。离胜利的终点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越来越近，灵魂附体了，这个棋魂附体是吧？左为左为附体，左为在附体，对，站在李世石的身后，我们都看不见。他不是一个人。哎，我们只有五秒了，快快快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。啊，这不又来了，又来了啊！啊，这个终于等到了，对不起，这个很愉快，这个又成功了。啊，这步棋下我放心了。不，这其实没问题，这盘棋已经没什么悬念了。对，好，对吧？认输，哎，历史性的一刻，认输，历史性的一刻，哇！他没有进入淘汰赛。今天我输了三场，那现在终于赢了一场。我觉得这一场的赢呢，对我来讲是非常宝贵的。那所以我要，因为大家的鼓励呢。大家的这些鼓掌都是给我了很大的信息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继续前进。我今天大家的鼓励就是我今天获得比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我们是要来测试 AlphaGo 能够测试它的极限，那找到 AlphaGo 有没有什么样的弱点，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不断地改善我们的程序。한수였는데그칭찬을받아서좀오히려좀어리둥절합니다